丈夫才来的。喊着杀青的声音，主人是港星麦浚龙，为他人生第二部执导的长片警匪片《风林火山》宣布收工。2017年找来金城武、古天乐、梁家辉、刘青云等等众星云集合作，但是杀青了两年，至今电影都还没上映，还爆出主角金城武拍得很不开心。哎，都横跨咗就50几60度，由最热拍到去最冻。港媒报道，麦浚龙在片场很少直接和演员沟通，金城武和梁家辉也都曾经为了拍摄问题和麦浚龙的意见产生分歧，让片场气氛极度尴尬。金城武合约一到期就离开剧组，即使麦浚龙请他回来补拍镜头，都被金城武以没档期理由拒绝。和导演要求我演的时候要好人和坏人的感觉同时出现，这个眼睛是好人，这个眼睛是坏人。麦浚龙艺术家性格也让任贤齐大动肝火，传出因为麦浚龙提出不合理的拍摄需求，导致任贤齐手部拉伤，甚至还爆出电影成本从2亿港币超支到4亿，连麦浚龙的富豪爸爸也不愿意再投资。所以很感谢所有演员陪我去进去《风林火山》这个世界。对于演员在片场和导演闹不愉快，监制回应媒体坦承预算超支，也表示导演是求好心切，所以后制进度缓慢，希望明年可以和大家见面。合作闹翻传闻恐怕得等导演亲自说明。 TVBS 新闻，徐坤向、杨慈英台北报道。网上看新闻请下载 TVBS APP 或直接按订阅 TVBS 新闻频道。